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香当当。然后俺昨天晚上都看着弄点货嘛，然后昨天晚上呢半夜十二点，俺今天早上直播间又过来看着弄，你看这都成果。这没有法，炉顶太热了，本来想给炉顶弄了，也给炉顶弄一块，差点中暑。接着弄。现在正在给快递单分类，因为怕到最后分错。让刚才快弄完了，让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快递单号是打翻了。然后刚才联系快递公司了，他说的就是这种快递单是发不出来的。但是还是想叫大家早点收到货，俺现在赶紧拿点单儿让补救一下。然后对于晚收到货的朋友们啊，然后感觉非常抱歉啊。我那点单儿让，重是错的，得重新打一遍，然后再贴一遍，让明天再及时发走。上市民之家。三大街。都开始看暖气了。你能感受到暖气啊？是吗？我是看暖气。我现在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天哪，终于弄好了。我一想，把那芯儿给它按姓氏分开，姓李的给一块，姓王的给一块，姓刘的给一块，然后再把这单儿分开，姓刘的给一块，姓王的给一块。当然，俺姓氏已经分好了。这些单都是又重新全部贴了一遍。最幸福的这都是，啊，可以回家睡觉了，好开心啊！这一会儿。